你跟我来，雨丹手术结束之前你哪里也不要去。我的孩子正在接受手术，有哪个当妈妈的会有心情睡觉？那你休息吧，我会在手术室休息的。你认识严敏静吗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。真的不认识严敏静吗？我说我不认识，要我说几遍？那双鞋是敏静的。敏静怎么办才好？敏静在里面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到8点，翻转吧宝莉，连播2小时。